吉隆坡机场一下飞机就遇到大批粉丝，问好的喊加油的、拍照的。不少民众直接凑过来，拿起手机就自拍，走到哪儿一路跟随。韩国瑜宛如超级巨星，在众多媒体和接机人员的簇拥下，缓慢前进，队伍绵延，串成了一条贪食蛇，在吉隆坡机场所到之处都引发关注。台湾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有人拿着国旗接机，看到偶像激动的，又叫又跳，立刻又将韩国瑜团团包围。 一行人一路就这么走走停停，还有人问韩冰来了没？还有人偷问我来，韩冰有来吗？我刚才讲什么？韩冰的妈有来。<笑>好不容易出海关，接机阵仗更惊人。 大约2:15左右，从贵宾通道出来，守候已久的当地台商和民众一拥而上，献花甚至献上包子声援。马来西亚送包子，你好，你好，欢迎到马来西亚。包子姐，我是土包子头啊。当地的台湾商会代表还特别准备布条和从台湾空运来的枣子迎接。市长在抵达吉隆坡机场之后，受到大批的韩粉欢迎啊，也有不少的台商。那在机场这边大概逗留了已经超过15分钟。 粉丝热情欢迎，也让人见识到韩流旋风的威力。记者综合报道。